这里用一个这个红布帘，这边会不会是在洗那个 X 光片的？哎，好像是。 对，这里应该是在洗那个样片出来的，应该是哦。对啊，打印那个样片出来的，对，给病患看。你稍微后退一点。哎，这一台是什么？这可能需要护理科的观众才知道，这个看不懂。 89年2月29日，那你过来看一下，这边报纸也是89年的。你的光比较照，嗯，这片是样片吧？哎，好像是。椅子。 刚那椅子动一下，等下有一个声音，有一个像什么作动的声音。你看这边，它整区这边都是那个放射线科的。 你稍微后退一点，拍它整个这个区域。你看这一片其实蛮大片的。对，然后它有特别说辐射防护区，可能这个区块都要穿那个抗辐射的。对啊。这里有一间。 注明，为胎儿安全，孕妇请告知工作人员。这一台，这个是不是那种什么核磁共振吗？可是是比较早期的，应该是就是人躺着，然后去做断层这样子。对，一般这个应该是检查大脑的。 应该是你这样按，如果忽然间启动，我会吓到。应该是断电了，对。它这一区域全部都是在做这种放射性的那种。它光是一个楼层，其实就还蛮大的。对，这里是一楼的地方。 因为其实过往我们来，那时候传闻是都在楼上居多。里面有椅子，哎，这间，这个应该是整个人进去的。对啊，过来看一下，这是什么？ 里面还有一些，这个是在放一些可能血液的吧，采样的东西。不知道，你那个手有碰东西，等下不要碰那个口鼻哦。知道，细菌很多。哎，这是不是牙科的那种诊疗椅啊？看起来是，因为我看到那个，这个大部分都是牙科在使用的。那这边就是。 这边我们去看牙科会放那个水杯嘛？对。然后这边是可以吐的。看这里。哎，这里还有留下一些。
在使用的棉花、欸。这边。这个真的跟我们去看牙科的那种机台完全就是感觉好像有落差了个几年啊，这个差不多是二三十年的东西了，因为现在的这个椅子啊，它都是升降，其实做的还蛮那个，因为我固定都会去洗牙嘛，嗯，就是他们牙科的这个座椅啊，后来都电动改的蛮好的哦，对，这个感觉应该是比较早啊，所以可能应该二三十年有了，嗯。这里是什么？检验科。哦，这里面都简体。对啊。过来看一下。哇，好多哦！全部都是这种空瓶，就是在装简体的。整个都是。这边也都是。应该其实蛮多观众，就是有的可能也很少可以这么近距离去接触到这些医疗用品啊，瓶瓶罐罐的东西，尤其是荒废的这种医院，很少有机会可以直接到现场这样看，所以透过频道的影片，也算是给大家可以就是在家里就看到像这样的画面。你看，都是一些瓶瓶罐罐的。对啊，不知道是不是我多想，我一直觉得感觉有一种压迫感，一直被凝视着。对啊，因为暗光处太多，你就会觉得好像阴暗的地方好像有人在偷偷看你这样。对，因为我整个背是一直在发毛，就是背都会觉得凉凉。对啊，你看。这边都是种安瓶啊什么的，而且这个键盘超久的，你看，我这里好多纸钱哦，应该就是这里，都是烧一整团的。你看旁边整个都是，全部都一整团的。这边是急救区，耶，这边做一下 EVP 好，因为地上有烧过纸钱，然后又是急救区，那我们在里面那边做好。你今天这里要不要这个区块要不要做比较大的试验？你有带香吗？你要不要焚香，然后让他们靠过来去做沟通？好，在这家的好兄弟还是王姓一家的王家啊，今日阮来到这个所在，甲恁交流啊，啊，遮桌顶点下死的香，吼，啊，希望讲这下死的香会当小可帮助到恁。啊，今日阮来到这个所在，假使讲恁来当甲阮做一挂沟通的话，啊，
看麻烦你了。请问在这个简体室这边有没有灵体要跟我们沟通的？愿意跟我们做沟通吗？这边有没有是在急诊室这里，然后抢救的过程当中往生的？你还有在现场吗？我们现在烧这个下尸的香，那你们有前来到这附近吗？因为我现在看这个香烧得非常快，你们是不是有来到附近？对对，这个区域比刚才那个抢救的手术室那边讯号还更弱，嗯，你有感觉吗？对啊，刚才那边我觉得他的那个回应比较快速，然后组合起来的单词也比较精准。那手套可能要先脱掉。走，我们先离开。好。